第二题，他问说银河系哈是属于什么？属于呢，漩涡状的星云啊，哦，就是比较成熟的星云。那不成熟的哈，就是不规则的。如果不成熟的星云呈现的物质哈是不规则的，啊，这个银河系是比较成熟的，啊，老年的哈就呈现那种椭圆状的。所以的话，答案应该选 A 啦。那棒状，涡那个漩涡星系不对哈。那如果是椭圆星系的话，这是老年的；不规则星系呢是比较年轻的。所以答案应该选 A 啦。